好，那个谢王老师哈 ，OK， 各位那个淡江的学弟妹哈，各位伙伴哈，大家早安，大家早上好。哎，还是没什么精神，对不对？因为早上都比较好。那、啊、我们这种教室又怎样？很舒服，对不对？很容易这个哈。好，那个啦，很高兴哦，因为每年都大概最少哈，也谢谢王老师的安排哦，可能都会有一次的机会。好，那我们各这个优这些学长姐哈，可以来学校这边做跟各位做一些分享哈。好，那我今天我这边哈，所以一样哈，我就是以这个学长的身份哈，来跟各位做一些互动。好，那我今天大概会分几个 section。好，第一个部分我会简单介绍我自己，花几分钟以及我的一些历程，好，跟各位就是以学长好的一个角度，我们的一些思维，好，因为各位都慢慢要开始进入职场或进入下一个阶段研究所的阶段哈。那现在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 model？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我们像学长现在的一些同事哈，可能跟从各位年纪差不多的，以及像我们也有一些 intern， 好，就是一些实习生。好，那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哈，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跟学长联络。好，那我们一路这样的看到他们现在的情况，好，那我们的一些发展是怎么样？很快跟各位分享一下，好，也给各位一些 hint。好，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今天的主轴，我会跟各位就是一起聊一聊，好，整个在破坏型创新时代哈，整体的方向是什么？那现在在业界哈，这流行了些什么，以及看到的些什么？好，那最后一个 session 我会留一点点时间给各位 QA。好，那 QA 不限今天的主题，好，包含任何你这个在学习上，在这个OK 学校上什么，任何事情都可以，好，都可以聊哈，甚至是你的社团、你的等等一些哈，因为学长当初在二十几年前在学校也小小疯过一段时间啦，有在我们这个资工学系哈担任总干事，我们也办了很多活动，那个都是很好的体验哈。像尤其现在新的一些这个新课纲哈，有所谓的学习历程哈，都是很重要。那对于你们在职场的时候哈，也非常有帮助哈。好，那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哈，那我本身我是陈国章，叫我 Jerry 也可以。好，那我本身是在金城资讯哈，各位有没有人在玩股票？有人在玩股票的？不敢举手，对不对？好，是好，好那个哦，对，学长的课都比较互动哈，这个会我会跟各位来来往往哈，啊，我也有都有准备一点小东西哈，好礼物哈，那如果当然答要精准，好不好 ？OK。好，那第一个金城资讯我们本身是台湾最大的软体公司齁，股票上市公司齁，那代号是6214齁，这个关键密码各位可以记一下齁，这间公司还不错齁 ,OK, 那有一些新的一些议题等等一些齁，那股价也都非常稳定齁，所以刚刚请教各位是说，诶，我们现在总是小小投资理财一下，对不对？所以对于你的这个齁，这个股市一些齁，你可以参考一下。好，那另外当然要提到，这是因为我们是一个40几年的公司了，就是从证期权，就是尤其是证券股票的市场，当时在台湾证券市场我们市占率，我们前身是金叶电脑，也比较你们的爸妈那一代可能就比较听过。好，那个金叶电脑部分，我们在这个证券市场当初的占有率是80%以上，几乎除了元大证券啊等等一些大型券商、综合券商之外，所有的一个这个券商的中后台系统，甚至是前台的交易系统，都是我们公司的一些服务。那当然近几年整个都发展到物联网啊、大数据啊、零售，所谓 consumer 的市场。好，那今天就会跟各位分享一下哈这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好，那另外我的面向也就是跟我的这个个人的职涯有关，也是今天刚开始第一个议题跟各位分享的哈。我是融合了产官学哦，刚刚讲产业界哦，在金城资讯，对不对？那个学的部分哦，那我本身现在主要在 on 在逢甲大学的专案管理硕士在职专班，哦，硕士在职专班的助理教授。好，那另外就是这个也是国教署的一个这个深耕领导计划的咨询委员，这个主要是针对108课纲哦，108课纲今年已经开始正式实施了哈。你各位如果家里有这个弟弟妹妹哈，那可能刚好哈，就是在这个浪头上哈。那另外关的部分就是我在很多一些政府的一些计划哈，在担任计划主持人哈，或者是这个
这个计划委员，好，所以我的一些 background 经历哈，这二十几年来哈，就是融合了产官学哈，产官学这样，所以在这一块也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哈，跟各位学弟妹分享一下，学长这边真的是建议哈，就是说你在踏入职场的刚开始哈。最好是前十年，就是能够要先打底，所以你的打底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一定有你自己的一个专业，像学长的专业是我当初是比较攻那个 software engineering， 就是软体工程的部分，在我们那个时候在这个软体专案，软体专案管理相关是开始要流行，开始要流行哦。那时候很有趣哦。我们那个时候的硕士论文哈，有的这个同学哦写那个 HTML 有些研究哈，就可以当硕士论文了。你就知道现在就已经是 common language 有没有？各位对不对？在这个数位化时代要发展非常快哦。好，所以第一个哈就是学长想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你一定要先在职业刚开始，你一定要先有一个自己的主轴。好像我们这个班，王老师有稍微给我看一下各位的系所背景，我觉得很好哦。就是大概我们有，当然可能我们自己资讯工程系稍微居多，但是还有各个不同科系哦。那你们要非常珍惜这个课哦，左右邻兵相关哦，一定要交换哦，要交换一下联系方式，要好，要留下来哈？为什么？因为未来在职场上哦，现在都是一个异业整合的时代哦，都是融合各个不同哦，各个不同的这个哦。当初也没有人想说数学系能干嘛，对不对？然后那个统计系能干嘛哦？等等一些哦，就没想到现在数学系、统计系一些现在非常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怎样？因为大数据的时代就靠这些我们这些 model， 所以此一时彼一时，很多不要担心自己的一些这个专长，一定有你可以这个私心的地方，所以学长是建议各位一定在职场的最好是前十年，那你如果撑不了那么久好没关系，那至少三到五年，不要只是这个很短暂哦，那个专业没有用哦，所以像学长 OK， 我是因为我们那一代还是比较稍微这个时间轴会长一点哦，所以我已经算还不错哦，大概七八年哦，前七八年我在资讯工程这一块我就累积到一个程度，好，我也一样就是在出了这个社会之后哦，就从这个 programmer 干起，好，开始写程式相关，你才会深入哦了解它的 detail。好，所以第一一定是先要有一个自己的专长基础。好，那如果说你是商学院的，好，等等一些没关系，你的基础可能是会计、统计，这个或者是相关哈法律哈什么或者医学工程都 OK， 好，你就是抓住你一个主要的一个主轴哦，业务也 OK， 哦，其实现在业务是一个非常各位我不知道各位对业务 sales 销售产品哈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哈？有的同学可能，尤其是理工学的同学，可能觉得哇，那个我不太敢跟人家讲话哎，等等一些哈，不用担心哈，业务现在其实就是一个与人沟通哦，那也是一个专长哦，也是一个方式哦，所以首先你要有自己的一个专长，好为打底，打底之后呢，接下来你一定要好，就是要往两个方向去走，好，一个我们叫战略，一个叫战术。什么叫战略？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些思维，开始有一些管理面的一些思维。那在学长这边，因为我这边专门这一块是教系统思考，稍微了解一下，有没有人听过系统思考的？这边学弟妹都没有，对不对？所以还没有很普遍 OK， 但是讲系统化思维大家稍微有一点，其实在软体工程里，如果有我们这边在座的资工系的这个学弟妹，你有修那个软体工程一些课程的话，应该有提到我们的系统分析相关，其实是相呼应的 OK。 好，那系统思考，那这样讲好了，各位孙子兵法一定听过吧，对不对？孙子兵法其实系统思考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东方的应该说就是西方的孙子兵法，这样子就有一点点概念了，所以他是在谈战略，就是整个的一个思维的一些战略，所以你一定要往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当然不见得一定要走系统思考这个方法，你也可以去找其他的管理学的一些方法论都 OK， 所以这样子引导各位说你要去找一个
你在你的这个本职资质哈有一个基础之后，好像我是以软体工程为主，所以接下来我就去从战略往系统思考去走，那进而我也从从事这样的一个教学工作。那战术哈就是实际执行面，就是专案管理。好，专案管理是一个非常显学了哈，我也蛮鼓励各位学弟妹，你们在学校哈，在这个大三、大四或研究这个硕士班的时候哈，有机会就赶快先去考一张专案管理证照，对你们的求职哈，其实非常有帮助的哈，非常有帮助。好，所以刚开始可能跟各位啊学弟妹很快分享一下，接下来这些职涯哈发展哦，绝对跟我们以往的一些哦大大的不同哦，接下来是你们的时代哈，所以我们就开始往下看哈，说在你们接下来这个时代。他现在长成怎样？你们接下来进了社会要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或者你的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切入。好，那今天我会分四个面向跟各位很快分享，我们整个再 review 一下，整个再思维一下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演变，一些变迁，这个所谓的 1.0 到 4.0， 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当然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智能化的时代，好，那智能化时代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会控制一下。过程中如果有一些影片那个来不及的话哈，各位可以再回自己带到 Google 哈去看。那第三个面向就是数位转型，现在非常流行哦，也非常直接的就是所谓的数位转型哦。在这个数位化转型的时代，各产业都一样哦，各产业都一样，大到国家企业。好，国家、政府、企业，小到个人哦，好，小到个人哦，好，像我们自己，包含我自己，我也是一直不断的在转型，好，在转型，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思维了哈。好，那最后就提到说，因为学长在战略这一块哈是比较偏系统思考这一个，就 system thinking 这一块，那也是几分钟跟各位分享一下什么是系统思考哈，以及你的一个这个核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怎么运用这个方法论来巩固你自己的一个核心能力哈。好，首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哈整个经济时代的一个发展哈，来先进入学长的情境哈。来 ,1.0 时代的重点是什么？是什么时代？没关系，就大胆的讲出来。1.0 是什么时代？啊，农业时代嘛，对不对？很清楚齁、哦。你看我们这个一个举例一个茶农齁、哦。他靠的是什么？重点是靠的是什么？劳力嘛，对不对 ?OK 齁、哦。好。那有没有那个学弟妹可以针对 1.0 农业时代，因为现在是一个什么大数据的一个时代了，对不对？有没有人有办法用一段话来简单描述一下 1.0 农业时代的属性？哦，要有量化的资讯哦，要有量化的资讯哦，有没有？我先这个简单回答出来就有。学长今天有带我的书哈、哦，这个是已经绝版了哈、哦，我们在2011年就已经出了哈、哦，商讯文化出的哈。哦，但是那个新版的2019年也已经出了，在那个博客来一些都可以购买哈。那老那个学长就是在带之前的这个，就是在系统思考相关哈，以及跟你们现在如果你们有要进一步念研究所相关的话，哦，那其实你的一些方法论哈都蛮好用的哈。好，来，有人可以给我一个简单的描述吗？有办法吗？好，来试试看。劳力密集，对，那量化的资讯在哪里？有没有一个数字的化的一些资讯？劳力密集因此怎样？不知道，要再多讲一点点。好，基本上我保留一本给你，但待会你还要再回答一题，好不好？我记住你了啊、哦。好，我先拿开。好，来，学长先用一个简单，我用我的方式描述哈、哦。那各位学弟妹，等一下看看有没有办法，给你一些 hint， 给你一些方向。好，我们可以，学长期待哈、哦，每一次的哦，这我已经讲了好几年哈、哦。那我希望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一些回馈哈、哦。来，学长进入学长一个情境哦，一个人工作一天，我们十个小时好了，可以有10公斤的产出，这样 OK 吗？可以理解吗？好，在农业时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劳力嘛，对不对？说我一天工作10个小时，可以像我们这个是采茶农，对不对？我可能可以采到10公斤的茶，好，这样 OK 哦，这样是不是有
action， 有动作，有量化的数字。OK， 好，所以 2.0 是什么时代？ 2.0 什么？工业时代哈，这太简单了，对不起，等一下后面的再继续哈。好，所以。好，所以工业时代的重点是什么？刚刚农业时代的生态里呢，车行是怎样？它要养很多车子，好，计程车的汽车，它有一定的固定成本，然后养这些司机，好，虽然当然有一些是靠行等等一些哦，但它有一些基本成本在哦 ，OK， 好，所以它的经营模式就商业模式是怎样？它有一个固定成本，然后再让这服务这些消费者，好，那 Uber 呢 ？Uber 它改变了什么？你认为 Uber 改变了什么？ Uber 它改变了什么？讲讲看。原本做的是从车行去配的，而且物联网去配的车行。对。车行。对。Uber 的话是从物联网起家。物联网对。用物联网工具去，对，让车行去配合物联网。让车行开始接近，来，那我们把它讲完。因此，它改变了什么？然后造成了现在的结果。嗯。它主要的那个就是接触顾客的方式。接触顾客的方式吗？还是是改变他跟这个车行这个司机之间的方式？思考看看，改变司机吗？对不对？跟顾客吗？两边都有改变，还是哎刚好各位就进入这个投觉很好，我们就进入他的情境哦。好，这是举其中这个例子，这是最容易理解的哈。对，改变车行这边吗？还是改变消费者这边？还是两个都改变？都有改变吗？还是只有一个之类的？好，哎，这个我还是要先不错，谢谢，来帮我传一下，谢谢。好，像就很快跟各位讲啊，各位，我在已经在进入课程了哈，不是在聊天了哈，我在引导你们的思维哈。现在很多事情就是要靠这样，它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没有一定的一个绝对答案哈。这不像如果我以系统面，我们毕竟自己还是资讯系统，我们以系统面来讲哈，现在已经不是还在讲什么 ERP、CRM 什么等等，这个都是已经很自私啊，这个财务表报表一些哈，现在都在我们要跳脱一些思维，就是说你要去认真思考它的一个所在，它的一个精神在哪里，也不要怕犯错。好，我们现在都是进入一个 Agile， 就是所谓的敏捷化的时代哈，就是怎样，快快想，快快规划，快快做，然后快快错，错了之后就快快调改，对不对？然后一直不断的循环哈。好，所以我们就回到刚刚 Uber 的案例喽。来，各位，它改变了什么？它其实真正改变，它并没有改变消费者这边的动作，它改变的是什么？跟车行这边、跟车主这边的动作，为什么？为什么？来，你思考一下哦。User， 你现在你当还没有 Uber 出现的时候，你在叫计程车的时候，你怎么叫？打电话、手机按网路，对不对？好 ，OK。那你现在叫 Uber 呢？你有改变你的模式吗？没有啊，你还是打电话，还是上网啊？上网叫，你不要跟我说打的电话号码不同的，那当然嘛，对。可是那个流程、那个模式。他没有去改变消费者市场哦，好，这边我记得有一些商学院的哈，商学院的同学你应该要有这个商业 sense 哈，简单的 sense 哈，什么意思？其实消费者市场是很，要改变消费者的习惯是很累的哦，应该说就成本考量来讲是非常耗成本的哈，所以能不改变那个，因为。你等于是重新要做一个市场教育哦，除非你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大的一个这个创举哦，否则你要改那块其实非常难哦，你可能还没把消费者习惯改过来，你自己就挂了。所以 Uber 很聪明哦，第一哦，我们就知道他并没有改变这一段哦，消费你只有今天你要叫车，你还是透过网路不哦 APP 哦，那都是泛指用网路的方式哦，或者电话的方式都可以，对不对？好，他改变什么？改变另外一端跟车主之间咯。传统的车行我刚有讲我有一定的成本好，因为我要养车养人养一个相关的设备好，那 Uber 的话它是怎样，它直接跟怎样，跟这个司机签约付使用者付费，你有怎样，你有接客，你有接到客人，你有做到服务了，我才跟你拆账，对不对？那这样大家是双赢，为什么？因为很多开 Uber 计程车的人，台湾已经开放了哈，
各位，如果你有驾照，真的你也可以去申请哦。只是那个牌，那个你会看到你在路上看到车子哦，那个私家车哦，后面的备用那个车牌，如果是红色字体的哈、哦，那个就是可以营业哈、哦，可以接 Uber 生意哈、哦，不是你自己个人。马上都可以接哦，你如果要接这个生意，你就要去做一些申请哦。所以在法律上当然稍微要管控一下哈，但是非常弹性。好，举例，比如说学长这边，平常上班，晚上或假日如果有空的话，对不对？可以兼个差的话，我就可以在那个时间，我再把我的 free 的时间打开。这个时候，他会透过 LBS 的一些技术，对不对？这附近，好，比如说，我们淡江大学附近水源街附近。我们有人叫车，他会自动做一些媒合，好媒合，然后我就选择，比如我刚好在附近，我也是 available 的，好，那我就觉得接单，好 ，OK， 就媒合成功，我就过去做了这笔生意，好，然后 Uber 再跟我拆账 ，OK， 好，所以学长这边要特别强调的是说，在破坏性创新的时代，怎样，它不是整个生态链改变哦，那太。辛苦也太累，你也不见得活到那个时候。你其实只要其中的一个创意点，其中一个 point 做一个调改的话，就很容易这样，就很容易兴起了。所以其他这些各位看到的 AMBNB、TMI 其实都是类似，它就是做了一个，其实这个我们叫共享经济，在学理上，这就是共享经济的概念了。好，这个应该有进一步给各位一些 hint 好，那我们再往下来。老一辈那个例子我就拿掉了、哦、来，各位，这个是谁？这位是谁？这位啊，工藤新一哦。OK， 好，那这一位呢？啊，柯南对不对？江户川柯南哦，表示你也是这个柯南迷哦。OK， 找了好久哦，跟我老婆跟我儿子哦，那个讨论之后哦，就说这个应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好，不管是新一，不管是柯南，怎样，他都有一个好的什么？我们回到刚刚整个世界那个经济发展时代，他就有好的什么？好的头脑，对不对？他是侦探常常就破解了很多这个现场的一些这个谜OK， 好，那另外他也有好的什么？好的工具嘛，对不对？各位要不要猜猜看？柯南他总共有多给我数量就好了，猜猜看，就直接讲出来。你认为柯南有多少工具？想想看，十种，还有吗？还有其他答案吗？二十种，还有吗？哇，天哪，你们也真会猜哦。好，其实我们手上都有好的工具是什么？啊？手机哈，马上拿出来 Google 一下就好。的确哈，学长整理了一下，就总共有十个工具哈。OK， 好，那各位，学长这边是想跟各位用这个例子哈，分享说哈，今天在一个破坏性创新的时代哈，我先很快分享一个美国劳动部的报告哈，十年后65%的工作类型到现在还不存在，同意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我们在职场上非常的感受哈。那今天也很郑重的跟各位学弟妹们分享哈。所以啊，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说我到时候出社会要做什么？因为还有65%的工作等你来定义耶，对不对？你如果有办法定义出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哦，哇，那你是直接的赢家哦，你可以少走很多路哈。好啊，当然原则上是没那么容易哦。那这个也就是要看。就刚学长讲，就是你要不断的一些 brainstorming 哈，好，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重点，今天学长要带给各位的哈，我们每个人哈的个人哈，一定要有一个两大能力哈，一个就是要解决问题能力，第二个就是要有你要善用好的新兴科技工具哦 ，OK， 所以你看以柯南为例，对不对？他是不是有好的头脑？就好的问题解决能力，当他遇到一些事情啊状况的时候，他会很冷静的去做一些分析，去做一些处理。好，另外他手上是不是有十大，对不对？十大这个工具，对不对？好的工具，那你各位，我们现在其实资讯工具垂手可得非常多，不管软件硬件，非常多。那有的甚至是一些开源码，一些新的工具也等待各位去发掘，去把它设计出来哦。OK， 好，那这是这个。这个思维哈、哦，思维的部分哈、哦，好，那现在进入所谓 AI 时代哈、哦，我们就来简单聊聊看哈、哦，什么是 AI？ 各位，你认为什么是 AI？
你认为什么是 AI？ 哎、欸，好，我看我哎、欸，好，我还有带一点点，还有一点小东西。这个有答对，我就送个小礼物。有没有英文比较好的同学？给各位五秒钟，告诉我这个英文字的中文翻译叫什么？好，说说看。啊？什么？人工未完成，这个太 low 了啦，对不对？还有什么？再开放一个。Incomplete。哎，时间过了，没有啦。你们都没有人赶快，对不对？把这个你的好的工具手机拿出来查一下。各位，你如果去查一下翻译哈，好，这个比较标准，比较这个正统的翻译叫人工脑残哦。OK，incomplete 嘛，对不对？好，没有啦。好，所以怎样？我们像台湾，我们主要都是靠找，如果有任何的一些资讯相关，我们就会找维基百科，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赶快拿出你的好的你的工具哦，去维基百科查一下，什么叫 AI？他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定义，叫什么？什么叫 AI？ 啊，叫做人工受精，对不对？啊，没有啦，那是第二个哈、哦。OK， 第一个是人工智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刚好，可能名词哈、哦、非常接近哈、哦。OK， 简单讲就是各位要善用你的工具哈、哦，去做一些哦这个查找哈、哦、等等一些动作哈、哦。好，来这个另外一个情境文字我就不赘述哈、哦，这个大家网络上都有哈。哦各位，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查哈，各位一样用举手来讲，来这个投票就好了哈。给各位五秒钟思考一下，我想看，我们从右边往左边好了，好，右边往左边哦，好，一二三四哈，那你认为哪一个人是机器人？好，你认为哪个人是机器人？五秒钟想一下，等一下我们有举手的哦 ，OK。好，认为第一个这位帅哥是机器人的请举手。好，但是没有，因为他人模人样嘛，好，没问题。来，认为第二个是机器人请举手。来没问题，稍微举高一点，因为学长要看一下那个分布。OK， 大约四成哦，三到四成哦。好，谢谢各位。好，来，认为第三个是机器人请举手。有吗？没哎，有好少部分，谢谢。好，哎，我可以请教一下你，你认为一跟三差在哪里吗？三比较假，还是哦是啊、哦、？OK， 好 OK， 好，认为第四个是机器人，请举手。哎，好，哎，先举一下，我看一下。好，谢谢。好，差不多哈，一般比例大概都这样哈。认为第二个都会超过好，大概四到五成哦，符合我们现在的现况哦。那认为第四个也有可能，因为她是唯一的女生嘛，对不对？还是你有什么想法？对，男不男女不女，是不是？哦，就有点还是有点假了，对不对？好，有点假哈、哦。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刚刚第二个怎样？她有没有可能是穿着一个熊猫装的人？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有，对吧？啊、哦，有可能哦。好，的确哈、哦，第四个哈、哦，来。我们现在刚刚是四选一哈，我们现在二选一就好了，一样给各位五秒钟仔细看一下哈。左边我们就我看一下，对，就现在就剩左边跟右边哦。你认为哪一个是机器人哦？好，一样，题目一样，哪个是机器人呢？哈，好，来，我们一样举手表决。你认为右边的是机器人的，请举手。好，还有吗？哎，举一下哦。好，大概一成左右。好，谢谢。那你认为左边的是机器人，请举手。好，几乎全部了哈 ，OK， 没举手是睡着了哈，OK， 好，要醒过来看一下哈，好，的确哈，正确答案是左边，这都可以去上网查，这些都是真实的哈，在去年，我这个已经用了快三年，在去年的时候都还是实验阶段哈，但去年下半年，哦，它已经正式哈，正式量产了。左边这个机器人啊，就是依照右边这个真人哈，实际去做的哦，各位。你还会觉得有点假吗？啊，太可怕了，对不对？所以赶快啊、哦，给各位三秒钟看一下你左右邻兵啊、哦，搞不好你隔壁同学就是机器人，对不对 ？OK， 好，那也是给各位一个思维哈、哦，想法说，其实现在技术上的一些演进哦，都非常快速哦。所以我学长每次在这个课程或演讲，我现在都敢大胆讲一句哈、哦，
只要电影里面看得到的情节，好，你我有生之年都怎样，都一定有机会看到。你看无人车，我们讲无人车就好了。就像那个时候，三四十年前的时候，从小看到大家一些科幻片，对不对？那时候看到什么霹雳游侠，我们那年代叫霹雳游侠，就是所谓的火计，就是有一个这个非常棒的一个无人车，还可以跟他对话，刀枪不入，可以上山下海出任务的。现在你看各家汽车公司都已经怎样，都已经推出了，对不对？好，那马上就会有特斯拉什么东东都出来，慢慢就会一些量产。所以啊，也跟各位分享一下，在 AI 的时代，我们最重要以及最主要的就强调的是 AI 要 for IA。 好， AI 刚刚我们已经定义了，对不对？叫人工智慧。各位，什么叫 IA？ 什么叫 IA？ 什么叫 IA？好，上面已经写 Industry Application， 就是产业应用。所以你 AI 一定要落地，否则你还是在一个高空，在一个思维而已。那你的那个战略是 OK 了，但是你一定要进入战术，就所谓实施面。所以你人工智慧一定要在各种不同的产业，不管金融业、电信业、制造业、零售业， anyway 各个产业的一些实务应用，你要能够落地，那才能真正有一些帮助相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智能化的时代来临有哪一些实务上的一些落地的一些可能，一些案例，一些方式。好，我们首先要讲影像辨识，这也是我们资工系上应该其中一个专长。我之前也是，我的硕士论文也是做影像辨识，那时候做掌纹辨识，那掌纹上面，然后最后拿了，因为我刚刚讲要 for industry application 嘛，所以学长的论文最后会带了一点点章节，拿掌纹辨识去应用在那个命理方面，就小小有趣。当然那是带一下啦，重心还是在讲那个动静演算法。好，来一样进入我的情境题，请教一下，左边是哥哥还是右边是哥哥？你认为左边是哥哥举手？没有，已经越来越不敢举了，对？你认为右边是哥哥举手？哎呦，好厉害！好，谢谢，好，谢谢各位，这是龙凤胎，左边是哥哥，右边是妹妹。OK， 好，因为太小了，看不出来了，好，没关系。那这个总是女生了吧，对不对？你认为左边是姐姐还是右边是姐姐？左边是姐姐的举手。好，谢谢。右边是姐姐的请举手。哎，比较多，好，谢谢。你们怎么判断呢？可以给我一个逻辑吗？为什么？为什么左边是姐姐？啊，不，右边是姐姐。感觉她是姐姐，是不是比较成熟？好 ，OK。其实左边是姐姐啦，OK。各位，好，大数据的时代给各位一个量化的数字我们人呐就是我们人的肉，我们叫肉眼辨识用肉眼去看这个人脸的辨识度，各位猜百分之多少？好，72%而已72%哦。那当然，等一下我就讲到机器现在这个大量人脸辨识已经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在工厂非常多的案例了辨识度都是95以上了，最少95以上了。所以各位你看，如果是右边这个姐妹今天姐姐肚子不舒服那不想上班妹妹代替她来上班的话保证门口警卫看到她认不出来，对不对？还是让她进来。可是你如果透过人脸辨识机的一个control基本上就会阻挡掉，所以是整个新兴科技的一些应用。好，这个是给各位会心一笑，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你分得出来谁是谁吗？我们都成年人这边好吧，学长就讲一个小小的网络笑话话说这个有一对男女在 pub 相见甚欢，那他们就到晚上就到了隔壁的 motel， 对不对？那个风雨一般之后那这个男的都很老实，很勾引啦就很诚实的跟女的讲说，哎呀，不好意思啊，其实我是猪八戒只是我去了一趟哪一个国家啊？韩国，对不对？因为韩国整形很有名，对不对？所以就把我整得很帅哇，那女的听到就很激动天哪，原来是师兄其实我是沙悟净只是我去了一趟泰国吧 ？OK， 好，那这是一个网络笑话，就说其实现在很多科技等等一些都非常非常这个非常先进
过学长还是要拉回来啊，这一次各位我们在技术上其实都有去做处理哈，所以 even 是你整形哦，再怎么整哦，不好意思哈，我们在这个人脸辨识的技术上已经都做到所谓的活体辨识啦、形体辨识啊等等一些哈，那些都逃不过哈，都逃不过哈。所以如果你对人脸辨识有兴趣啊，尤其我们资工系的这个，如果是工学院啊，就是你有 implement 能力的哈，或者有对演算法有兴趣的哈，这个同学哈，你们可以再继续钻研说哈，在人脸辨识上的一些特征。值还有哪些？那学长比较建议啦，因为人脸辨识其实差不多我们在已经在业界、学界跟业界已经都有一个高度整合的应用了，那你们如果还有继续往下发展的话，尽量往可以往人形辨识、人体形体的相关一些辨识可以的演算法去延伸。那商学院或者 非理工学院的同学呢，你说哎，学长那就不关我的事吗？没有，你可以往什么刚讲的AI 要 for IA 哦 ，for industry 的 application 哦，所以你可以在产业上有哪些应用？这是我们其他哦科系哦可以好好去想哦。各位，你猜这位是谁？这位是谁？应该都认识他了哦，马云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是要讲说，就算到老哦的一些这些判断哦都没有问题哦。好，所以现在其实应用就非常广哦，这边学长就不赘述了哦，那个网络上都有 ，OK， 大概就看一下。来，学长就利用短短这个跟各位互动，尽量去引起各位的一些哦脑力激荡的事情哦。左边这什么叫车牌辨识，对不对？这也非常已经成熟了哦。各位，左边叫做成像，就是我去 capture 到这个影像；右边这是感知的意思，就是说我进一步把它的车牌辨识出来。哦，这个方向能理解哦。好 ，OK， 好，那我们来看看右边哈、哦。来，这两位我们有谁可以告诉我是谁？男生是谁？女生是谁？这个应该我们这两位应该算跨年代吧？各位应该还好吧？特别选啊。男生是谁？啊，哎，你们比较少，已经比较不认识了吧？这是布莱德彼得嘛？哦，那女生是安杰丽塔琼斯，对不对？他们也主演非常多片子哦。OK， 好，我们叫得出他是谁，叫什么？叫识别。那各位，什么叫理解？什么叫理解？有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叫理解？识别就是我知道他是谁了。那什么叫理解？什么叫理解？你知道他们是夫妻吗？你知道他们离婚了吗？你知道他们共同演过哪些电影吗？等等等等等等等，这叫理解，什么意思？就是我不但要辨识识别出来之外，我还要知道他背后的主公司的阿代，没有啦，就是他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关联等等一些齁。所以在一个 AI 的时代齁，在一个 AI 的一个这个环境之下齁，你不是光识别而已，你还要后面做齁相关大数据，这就是所谓的数据齁，数据相关的分析齁。好，那这个给各位看一下，这是大陆一个天眼计划的一款齁，这只是其中一个 camera， 一个这个是摄像头齁，它就可以整个辨识出你看包含什么样的车子，是汽车、摩托车还是脚踏车，什么样的车型齁，进而分析出它是什么厂牌齁，是这个欧迪、福斯齁还是什么双 B 齁，然后是车子还是人，然后现在动态的一些状况有没有，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我们叫 tag 等等一些齁。好，所以那个同学如果到的研究所的一些这个影像辨识相关领域的话齁，你可以进一步往这种齁就是形体啊相关齁去走齁，那这个方面还有一段路齁，还有一段路。好，那我们看一下齁，这个是简单讲几个游戏啦齁，一个是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叫颜值机，等我一下。好，时间关系，我想就很快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说人脸辨识有哪些生活化的应用。好，就是包含一些颜值机，就是说你站在这个电视墙前面齁，他马上可以判断出来，哇，你是女神欸，是我今天的这个排行榜第一名哦。好，那你今天心情不错，那建议你来我卖场的买我哪个包包，有没有，就开始自动化行销齁。那第二个就是一个游戏齁，好，这个就是可以做这个叫做打怪游戏齁。那第三个就是更这个
更经典了哈，它可以做很多形体的有没有修饰，对不对？看你大腿哈，该细长的地方就细长哈，啊该凸的地方就凸哈，可以做非常多的一些应用哈。所以现在在资讯科技上的这些这个广度哈，其实都非常广。好，那有一个极致应用哈，大概40秒给各位看一下。这个老公出差前送老婆一个礼物哈，哎，老婆非常高兴哦，就趁老公出去出差，就呼叫了小王来了哈。OK， 好，那当他们正要对不对这个大事的这个大战一般的时候，糟糕了，遇到一个问题了，对，不管用什么方式都没有办法处理哈。好吧，也只好算了，对不对？哎，啊，老公出差回来了 ，OK。哇，原来这么简单，0.4秒就可以解决了 ，OK。我们现在人脸辨识的速度已经可以精准到0.4秒以内啊。我现在讲的都是15的数字，就是学长这边我因为这也是我现在在推的业务哈，就是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台积电、奇美等等一些各个一个公司大量在采用哦，所以在人脸辨识的部分哈，你看，好，这个就更让各位有一个感觉了哈，它的一个这个精准度哈。好，再来人脸辨识算什么？各位，猪脸辨识哈，有没有人可以感觉得猪脸辨识要做什么？人脸辨识刚刚很多应用啦，通行啊，然后这个颜值啊等等一些非常多，剩下就看各位可以再去哈去发想哈。那猪脸辨识可以做什么？猪脸辨识可以做什么？这样看，健康状况，对，谢谢，没错。哎，那这个我就一定要送你了。我看一下，好，一个可爱的这个，哎，可以麻烦你吗？来，我先放这边。好，没有错哈，哎，一语命中，好，这个就一定要。好，没错哈，你看你分辨出来哪一只猪吗？一定看不出来，对不对？所以大陆这是大陆台湾还没有啊，大陆那边有在做，就说他要知道每一只猪只的健康状况，当今天有猪只有生病等等一些，就要把它抓出来隔离。所以透过猪脸辨识技术，我才会知道到底是哪一只猪啊。OK， 好，那再来人脸辨识之外就是语音哈，语音的时代，这个我想也不用太多做，因为现在已经非常 common 了哈。从你的这个 Google 啦、iPhone 等等一些手机上。都有一些语音的辨识，那你就可以进一步思考说，这也是给各位学弟们你去发想，在刚刚除了人脸辨识的一些应用之外，进一步结合语音辨识的话，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应用，期待各位去 brainstorming。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在语音方面的话，会着重在这个重点，就是所谓的对话式商务，对话式商务。好，那现在就很多 chatbot 有没有，就是所谓的这个这个客服机器人齁，已经非常流行了。那我们自己当然之后有好几个学长齁，那个张荣贵学长一些就是专门在研发齁，这样他们公司就在研发这样的技术齁。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齁，也建议你可以往齁这个 NLP 和 NLU， 就是一些这个深度的一些 deep learning 的演算法齁往下走。那在商业上的应用的话，现在主要是在一个对话机器人上，可是各位不要小看这个对话机器人，里面还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一些应用带各位去延伸。好，那再来我们再看一下，在刚刚讲 chatbot 是软体机器人，好，那我们来很快分享一下实体机器人有哪些。好，我们先看一个那个京东的案例。各位，如同学长讲的，只要电影能演出演的，基本上就都已经怎样，都有机会实现了。这个绝对在可见的未来就会有，就是所谓的，因为物流业现在非常发达，对不对？但主要还是靠人在送嘛。那整个的无人车这一个寄送的话怎样，就非常 更容易更普遍了。你看它是要结合很多包含物联网的技术，因为这个无人车在车上各个走的时候，它要随时跟附近的大楼，我们叫智慧大楼 Smart Building， 跟这个智慧交通各个不同议题要去做结合，要去做 sensor， 这是跟物联网相关的。再来它一定要搭配 AI， 当然它有各种不同的智能智能化的一些服务，它去判断我这时候该右转左转，该自动
靠边停，还要避开一些什么这个，然后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判断，有没有？好，那这个就是 AI 哈。那我要能达到 AI 这个前提哦，当然是我收集了大量的什么，大量的数据。哎，好，这边有没有人脸辨识就可以开这个柜子，有没有？你就可以拿了，对不对？就可以拿你的货品哈之类的。所以你看这一个整体的光一个无人车啊，无人送货车的应用哈，啊的一个情境哦，就已经结合了非常多哈，非常多的相关的技术哦，哦，非常相关技术。那这个影片比较是在外面 consumer 端，好，那右边进一步在工厂端啊等等一些，我们一样把这个技术在这个仓储的一些配置，好，等等一些哦，就非常广哦，非常多。好，那我们再往下走。所以啊，现在台湾其实非常多这个服务型的机器人 ，OK。包含这个像这个 paper 机器人啦、小爱啊等等一些哦，是包含有这个商用型，商用型比较是像迎宾哈，就是哎这个顾客进来哎欢迎光临哦，那这个请问您需要什么服务吗？哦等等一些，那服务照护型的话是比较像，因为现在高龄化社会，好在一些照护机构哈等等一些，我们会有一些所谓照护型的机器人，它就稍微比较愁用一点哈，就比较能够帮忙先搬一些行李啦。或者运送一些物品的 OK， 好，那医疗型的机器人就是比较是在巡房，我们叫电子巡房等等一些哦，它会去做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些侦测哦，基本的一些侦测哦。那家务机器人的话会再晚一点，那基本上它的概念就是哦，就是能够在家里面做一些相关的服务哈。当然，家务型机器人最经典的，现在是最夯猛的就是扫地机器人，对吧？好，那也是机器人之一哦。好，不见得所谓机器人不见得一定要长得像人形啊或怎样，没有啊，它的机器手背啦，它的一些 device 啊等等一些，主要是要能够怎样，要能够带到我们哈这个便利的生活的哈，那就是一个好的一个 AI 机器人哦。好 ，OK， 所以就有非常多的场景哈，包含比如说迎宾的应用啦，好，那商品的一些介绍啦。哦，那甚至是背后可以去做大数据的一些分析，哦，可以了解顾客的一些需求。哎，你到底是对什么样的一个喜好？哦，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商品？你希望什么样的一个就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哈，等等一些哈。那另外也可以做一些机器人可以做一些导览，哦，在历史博物馆啦，在一些这种这个餐厅啊，哈，等等一些可以做一些代位的服务哈。好，那这个刚刚是整块分享一些哈，一些智能化，一些现在实务上的一些应用。好，那再来我们来聊一下哈，数位转型哦，整个在思维上哈，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面向？各位，马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哈 ，OK， 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 ，OK。但绝大部分人都死在明天晚上，看不到后天的太阳。哦，这个对各位，除非你有在开始有在，有在打工，有在有一点点职场的一些小小的一些经验的话，可能会比较有感哈。但是学长还是希望，后来想想，我觉得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像这个我们在在职专班，就是跟这个还有这个公开班的一些演讲和课程的话，大家都非常有感哦。什么意思哦？各位是这样哦，刚学长不是说各位接下来我们进入破坏性创新的时代，都是靠着 brainstorming 对不对？靠着创意 ，Uber 啊一些他们都是靠创意对不对？而整个发迹的。好，所以啊，当你今天看到报章杂志在报道一个新的一个 idea 或新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哎，跟你现在的想法很雷同、很契合的话哈，你不要高兴哈，为什么？因为那代表是已经是什么啊？那已经怎样？已经，因为别人想到了就怎样，就已经不稀奇了。不稀奇的意思是，因为接下来如果他真的有市场，哦，像鸿海啊，像一些大公司哦，马上就会介入了，对不对？你怎么可能跟他去拼一些人事、实地物一些资源，对不对？他有钱有人，对不对？有工厂有工具哈，哦。好，这个意思是这样，就是说，所以为什么很多像 IBM 啊？像一些辉瑞药厂等等一些哦，他们每年花了非常多的研发经费养一批人怎样？你这批人哦，你不要想，你就不用去想赚钱的事，你就专心帮我想后天可能会长怎样。也就是说，接下来人类接下来社会的环境
会需要一些什么样新的需求。所以像辉瑞药厂的一些研发人员，这一批研发人员专门就在研究一些新药，好，新的一些这个药品，那 IBM 的研发人就专门在研发说，诶，下一代到底，哦，比如说 PC 会长怎样，手机会长怎样，或晶片会长怎样，好，等等一些，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后天，他们去思维出，跟规划出后天可能长怎样，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规格，诶，觉得不错的，然后就小量生产，在市场上先推出给大家试用，诶，大家满意度不错的话，我再开始量产，这个就是明天，就回到明天。所以它都是从什么，从后天回归看明天，哦，懂我意思吗？ OK， 你如果是从今天往明天看的话，那绝对死，因为就是所谓的红海市场，就因为大家都在做嘛，那你也没有什么特殊性，所以如果你能够早一步知道或者嗅觉到后天可能长怎样，好，那你再从后天回推，好，回推明天要做的事情，那这就是那个马云这句话主要要带给我们的。好，来，我就都先打出来，我就直接讲，所以后天长怎样。来，各位，这1956年，这又我们更早时代，1956年第一台 IBM 的电脑，好，长这样，你看这么大，而且用牛车去拖，好，我们直接先对比斜对角这边，各位，这个是一颗纽扣而已，各位，这也是一个微型电脑，这一台电脑跟这一台电脑规格是几乎一样的，等同的，你看，可是它的体积，它的相关差多少，你看这个已经是可以放在怎样，就好像那个微型处理器，有没有，就可以放在身上了，各位，整个一个面向，所以在数位化转型的时代，它是不断的一个逐步在精进。好，那我们再分享另外两个，各位，数位相机1975年就有了，1975年就有了，四五十年前，四几年前长这样。好，那再跟各位比较新一点， Facebook 对不对，它现在已经怎样，它是2004年创立的，它已经应该远超过这个数值了，超过20几亿的会员。所以在你看各位，整个在整个一个发展的过程中，会非常多的一些新的一些模式或新的一些这个做法会出来，那就要看各位怎么去思维。所以在一个这个数位化转型的时代，这个思科的执行长，思科是一个很全世界很大的一个这个资讯设备 switch router 设备，他讲一个很经典的话，就是如果你不改变，不用新的方式来运用数位科技的话，不好意思，那你将会被颠覆，就别人来改变你了，就变成是别人来改变你了。好，这个我们很快看一下，你各位，你们可以回去再 Google 一下，你去看那个 YouTube 影片，你会更有感。学长只是借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大概讲一下他现在的概念。好，各位，这是不到20年，短短18年，我们从2001年看，这是如果经济那个商学院的同学可能比较有感，工学院的这个同学也建议，你们要有一点那个数字的 sense 哈。来，我们先看，它是用那个 GDP 哈，就是那个用它的整个营收的数字来比较，这是世界级的哈，我们不光看台湾哈，全世界最赚钱的2001年的公司第一名叫 Coca-Cola， 对不对？可口可乐，这个 logo 很熟悉哈， OK， 那你看一下它的一个组成哈，就大概前15名哈。Coca-Cola 第二名是 Microsoft 的微软，第三名 IBM， 叭叭叭这样下来哈，这是2001年哦。好，那我们再一路到2005年哦，第一名还是 Coca-Cola， 对不对？好，那然后慢慢，可是你看中间哦开始有一些变化了，哦开始有一些变化，这个数字还是成长的哦，数字还是很成长的咯。好，各位，第一个这5年最大的变化是这一家公司不见了 ，Nokia， 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重点哈，我挑了几张图，主要是有几个重点哈。好，再来，到了2008年的时候哈，各位，有一个后起之秀冒出来啊，叫什么？叫 Google， 叫 Google 啊。哎，那看来 Google 很厉害哦，对不对？好，那我们再往下啊，2010年，好， Google 不错，往前爬了哈。我看一下，应该是下一张哦，对，
2011年，对，我们直接先看到2011年哈。2011年 ，Google 已经排到前四名了哦。好，那2011年，另外一个更经典的冒出来了，叫什么 ？Apple 哈，苹果电脑哈，苹果电脑出来了，好，冒到前面来了。好，2011年最可怕的是2011年的上半年 ，Apple 在这。2011年同年哦，同一年，2011年下半年 ，Apple 在这。2011年哦 ，OK， 好，那再往下，2012年呢？天哪，怎样？他已经超越 Google 了 ，Google 比他早冒出来，可是怎样 ？Apple 却怎样？急起直追哦。好，那我们再往下啊、哦，各位，这些整个经济数字都是成长的哦，这个是最关键的一年哈、哦。我看一下。我先往前，2012年的时候 ，Apple 在第三名，对不对？2013年的时候，各位底图换掉了，底图就是世界第一名的哈，从可口可乐变成什么？变成 Apple 公司了呢？有没有非常非常可怕哈？然后你看，在2013年的时候 ，Google 还是跟紧追在后哈，他们的差距不大哦。好，那我们再往下，2015年呢？哇！它整个数字还是成长的哦，大家都还是成长的哦。可是 Apple 就一直硬着把 Google 这样一直往前拉哈、哦，应该说往后拖哈、哦。好，那一直到现在哈、哦，2018年，各位看整个一个趋势好、哦、的一些改变哈、哦。那我们不用再讲其他的麦当劳什么一些哈、哦，都一直在往后，而且可口可乐好、哦、一直往后压哈、哦。各位，我们到了2018年也是。最后一个最新的一个分水岭哦，各位有没有发现前几大公司都是什么公司？目前为止大概也是这个态势哈、哦，到现在2020年，前几大都是什么 ？Apple、Google、Amazon、Microsoft， 哎、欸，都是什么？啊，都是科技公司，对吧？再来就是除了 Apple 之外 ，Google、Amazon、Microsoft 这三大哈、哦，各位你如果不知道，你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这已经不是光理工背景了，你是全世界的这个脉络、哦、你一定要清楚、哦、Google、Amazon、Microsoft 就是全世界前三大的云端公司、哦、Google 推出的云端叫 GCP，Amazon 推出的云端叫 AWS，Microsoft 推出的云端叫做那个 Azure。好，全世界三大云端公司哦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谈一些轻松，聊一些轻松的哈、哦。好，因为在数位化转型时代哈、哦，除了硬体设施，刚刚讲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资讯科技的一些工具之外哈、哦，另外软实力的部分也很重要哈、哦。所以在数位行销啊、哦，数位行销的这一块也是现在一个重点哈、哦。那现在重点主要在从创意驱，从数据驱动哈、哦，一路到创意驱动。OK， 那这边我大概很快分享几个重点，主要其实是后两个啦，好后两个，一个就是内容，很多一些品牌的一些销售，它重点是在它销售的一些内容。第二个是它是什么？个人化哈、哦，现在很多啊、哦，在一个行销上、哦、都是一个个人化的一些服务哈、哦。好，那讲理论大家没什么感觉哈、哦，来学长就直接举一个几个例子哈、哦，来谁能回答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不认得吗？这是什么？啊，大声一点哈 ，QR code 对不对？你看到 QR code 会想怎么样？啊，我们都被制约了，对不对？看到 QR code 就想要拿出我的手机去扫一下，拿出我们的手机去扫一下，对不对？好，各位学长在这边也是很快的跟各位分享哈、哦，所有的一些创意哈、哦，数位行销或者是一些这个创意发想哦。不见得一定要用很深的技术或很高端的工具哈，很贵的工具哈，一个简单的一个应用哦，也可以，就看你怎么去发想哦。来一个简单的 QR code， 我们来看看它可能有哪些应用哈，以及它后面背后隐藏了哪些数位化转型的一些兴衰哈，兴衰哈。来，各位，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外面的一个户外看板，对不对？好啊，为什么改成 QR code 形式了？一般的户外看板哦，这个都是什么帅哥美女嘛，就像我们刚刚布莱德彼得等等一些，对不对？好、哦，那可是改成 QR code 之后，它调改了什么？那哪些产业受影响？哪些产业会更赚钱？哪些产业可能会更没落？各位，光一个这个我就用这个已经非常多面向可以谈哈、哦。来，我就直接讲了哈、哦。
第一，看到 QR code 你就会想要去扫，对吧 ？OK， 所以扫了这个 QR code 之后，其实是怎样？它就是一个转址服务嘛，你就会看到它带给你的这个网址的内容，对吧 ？OK， 好，所以一个户外广告来讲，我们就来思考一下这个对比哈。传统的广告看的是帅哥美女，他一个月，比如说一面墙，一般都大概三个月粉刷一次，哦，因为就三个月要换新的一个内容，哦，新的一个这个推广的广告，哦，所以我们以年为单位，一年这面墙可会粉刷四次，因为有要推四个广告，哦，四个广告，哦 ，OK。第二个重点是，我一年就只能看这四个广告，因为它是怎样，它是固定的啦，对不对？粉刷上去之后就不能动了。对不对？这个我们叫大众化的广告，哦，大众化的广告。好，因此各位认为，可是现在改成 QR code 之后，你一年只要粉刷几次？我还要粉刷到四次吗？需要吗？需要吗？不用吗？为什么？QR code 也不是万年的啦，一年大概粉刷一次就够，因为总是风吹雨打，哦，隔年再稍微补强一下，哦，可是怎样？他一年只要粉刷一次，所以哪个产业倒霉啊？各位，哪个产业倒霉啊？粉刷业者嘛，对不对？我本来光这一面墙，我一年假设粉刷一次十万块，我一年这一面墙我就可以赚四十万。可是现在改成新的一个应用之后，换了一个创意之后，我一年只赚十万块了，糟糕了，可能要饿死了，要赶快去找其他生计咯。好，哦，对不对？所以有业者有衰退了，对不对？粉刷业者衰退了。诶，那各位，诶，这个我看，好，我还有礼物。这个看有没有同学有办法精准回答出来说，那哪个产业兴起了？我刚刚已经有埋梗了，哪个产业兴起的？刚刚讲粉刷业没落了，哎，因为它钱赚少了。哪个？但是对应哪个产业兴起了？跟广告有关，因为我们这是广告看板嘛。来试试看，网络平台是一个，那个，然后做什么？广告行销，对不对 ？OK， 好，刚好还有一支，就先送你喽。来，好，没有错哈，哦，哪个产业兴起哈，哦？所以在这个创新的时代哈，哦，没有什么绝对的哈，哦，有高有低哈，哦，都有可能哈，哦。为什么广告时代兴起了？各位，原本我是帅哥美女的广告，我是叫大众化行销，什么意思？每个人看的都一样，对吧？可是改成 QR code 之后怎样？我是不是可以喂给每个人都不同的资讯？为什么？因为当你看到 QR code， 我们都被制约啦。扫描之后，扫码之后，传给我看的网址，你可不可以在上面变化？可以嘛？对不对？第一，我看你在哪个 location， 你是在西门町的地方。第二，我传到你这个 device， 这个手机，在技术上都可能做到你这支啊，就可能侦测到这你的手机。那我可以针对不同的人。好，不同的 device， 不同的装置，我喂给你不同的这个广告哈，相关的一些资讯，所以就可以从大众化广告，进而推播到个人化广告喽。光一个 QR code 就可以做这样的变化喽。OK， 好，所以哎，广告业兴起了，因为它就更容易哈获利哈，因为它可以做到精准行销了。好，这是一个广告看板例子，我们就直接可以从各个产业面相关，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面向可以探讨，那这个以后再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来，第二个请教一下各位，你猜这是什么？你认为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蛋糕，哎，有人讲对了，没错，这是杯子蛋糕哈。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有没有，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吃那个哈，那个冰棒哈，就中间有根木头，对不对？冰棒吃完之后，那个木头上会刻什么？会写什么？再来一支，对不对？或者是这个明谢惠顾之类哈，它一样，就是用这个概念哈。所以每一个杯子蛋糕上都有一个 QR code， 就是要告诉你说啊，刚刚讲了，看到 QR code 都怎样？我们都被制约了，就会想要去扫一下，对不对？所以当你每拿一个杯子蛋糕起来要吃之前，记得先扫码一下。扫了之后要干嘛？啊，要干嘛？扫了之后你的页面下一秒就可以看到你是得到这个明谢惠顾，还是再来一个，还是再来一盒之类，有没有？诶，他就小小的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转换，对不对？一样是一个 QR code 的应用哦。OK， 好，那我们再来往下看，这个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年代有没有看过超人的电影 Superman 有没有很像超人哦？哦，没有啦，一样哦。我们各位未来到职场，我们都会递名片，对不对？都有这个名片告诉你对方我是谁，我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哈、哦、之类哈、哦。那现在也是环保哈、哦、绿能的时代，对不对？所以怎样 QR code 也可以怎样，之后怎样？当我们见面之后哈、哦。你就一样，我就衣服打开，你一样看到 QR code 就扫码了，对不对？扫了之后，我个人化的电子化名片就直接 load 到你的好电脑，load 到你的手机去咯，好，就非常方便，就所谓的电子化名片，就可以更环保，不用再去印实体的一个这个名片。好，再来，我们再往下。哇，这个就更经典了，对不对？刚刚有讲到，这是一个那个应该是美国一个嘉年华会哈、哦，这就是说，哎，我们刚刚讲到，看到 QR code 就这样，就很想扫码，对不对？你就跟着想要去扫，那其实就是这个扫码上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嘉年华会的一些活动资讯哈、哦。好，那另外一个更极致了哈、哦，就是看 QR code 放在哪里，对不对？OK, 就可以。其实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分享，就在电商哦，在一些新兴一些商务时代，最重要就是在做这个导客哦跟导流。那导客跟导流最核心的元素就是在引起消费者的兴趣哈、哦，我们俗称叫吸睛哈、哦，眼睛的睛吸睛哈、哦，就这个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哈、哦，要吸引你的目光。OK, 好，那另外一个案例哈、哦，很快跟各位分享，台湾不敢了哈、哦，这是美国星巴克哈、哦。各位，我们去星巴克买咖啡的时候，他是不是都会问你先生贵姓，对不对？没错吧？叫什么名字哈、哦？所以啊，星巴克有一次就故意玩了一个动作哈、哦，他就跟教育训练他的店员说哈、哦，你要故意写错哈、哦，所以先生您叫 Jerry 好，他就故意写 Mark 哈、哦，所以导致怎样？哎，大家就会错乱，对不对？哦，就常常就开始有一些抱怨了。各位，当你有抱怨的话，你会做什么动作？你们现在应该就是最常做的、啊。当有抱怨的时候，你会想怎样 ？Line 对 Line 啦 ，Facebook 就开始到处去 social media 的管道就去分享，对，哎呀，星巴克好烂哦，对吧？名字都写错哦，哇，所以网络上一片纷腾哦，我们叫网军，对不对？非常可怕哦。所以他在那个网络的那个声量哈、哦，本来是一个持平哈、哦，不在中间。那因为哦，这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整个网络声量荡下去哦，到一个谷底哈、哦，因为大家都在骂，对不对？哎呀，星巴克怎么搞的乱七八糟，完蛋了哈、哦。他其实他是故意的哈、哦，所以一个礼拜之后哈、哦，他发现不行了，差不多了，那个大家已经骂到快入骨了哈、哦。OK, 他就总公司就跳出来了哈、哦，就发布一个新闻稿哈、哦，各位。进来接获非常多投诉哦，发现我们这个店员有写错各位名字的现象哦，啊，为了这个道歉哦，以及为了服务各位会员哈、哦，所以从即日起哈、哦，这个两个礼拜哈、哦，为期两个礼拜哈、哦，只要你到我们店里面来告知口头讲就好，你不用出示任何什么coupon券啊，都不用或者证明哈、哦，你只要口头告知说，哎，上一次你来的时候。你们有把我写错名字写错哈，我就买一送一 ，OK， 哇，整个一个新闻稿一下去之后，本来网络声量荡到谷底的哦，不但拉平之后还升高哈，还拉高了一段，因为那两个礼拜的期间哈，整个网络声量拉高到一个极致哦。各位对他来讲有没有差？对星巴克来讲有没有差？其实没差，他常常每个月都在做一些买一送一啊，或者买大送小一些促销哈，他只是换了一个手法。哎，这也是一个 idea 哦，行销的一个创意之一。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一分钟的小小创意的影片啊。直接旁白。本来是假手，对不对？你以为他穿裤子，可是他穿裙子。结果实际上他只是一张寻人启事的告知，好。OK,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哎，你可以透过不同的思维、不同的一些创意哦，去看看哦。好，
那在整个催化转型，大概我们比较普遍哈，都从这几个面向哈，从使用者界面优化、调整前面成本结构跟企业流程改善哈。那这个比较商业一点哦，这边学长就不多说，我举这个例子就好了哈。你们大概没看过这种，你们这个大概应该没看有看过吗？这种番茄酱玻璃瓶的。你们应该已经直接是这个时代了齁。那我还是简单讲一下齁。他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调整齁。各位你因为早期我们在用这种玻璃瓶的时候，它瓶口朝上，而且是玻璃瓶，所以我们要倒那个番茄酱齁，其实很不好倒齁。我们小时候我都是用这样反过来，然后要拍齁，才挤出一点点齁。那后来改良成这样做，瓶口朝下，而且是那个高塑化齁，就无毒的高塑化器。一挤齁，简单一挤嘛，它很软嘛，一挤补五就一堆，对不对？各位，你会因为这个番茄酱多挤了，然后没用完的再塞回去吗？不会嘛，对不对？所以因此啊，这两瓶容量是一样的齁，可是原本这一瓶玻璃瓶的平均销售时间大概是六周换一次，就六个礼拜才会在消费者才会重买一次。那改良成使用者界面改良成这样之后，变成在三到四周他就得同样的容量他就得再买一次。各位间接就怎样提高了那个销售了，有没有？他这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创意的一个改变。好，那这个时间关系，影片我就不多说，各位可以去查一下未来地图哈，在网络上都有。学长直接就帮各位整理了哈，总共有六大面向。好，那平台思维、资源就是刚刚讲的，像 Uber 啊等等一些你的一些共享经济相关的一些资源，然后相关的一些资讯科技的一些工具，还有一些学习能力，就是你的问题解决能力，好，还有你的 knowledge 哈，这两个是相辅相成，以及你的新时代的一个这个学法这个资讯的一些这个学习的一些取得哈。那这一本书各位不见得如果你有时间，学长是十分推荐你可以去买来好好研读。那如果没有时间也没关系，网络现在非常流行哦，所以你去查一下查一下网络一些内容去人家就看一下人家这个经典帮你整理的哈，可以给你一些后续在职场上的一些 hint 哈。好，最后一点的时间，我们很快看一下刚学长有提到的系统思考的一个能力哈。系统思考跟各位很快讲一下，它已经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未来职业的报告哈。从今年开始，2020年开始哈，复杂问题解决跟批判性思考已经是前两大重要的能力哈。这个在讲的就是系统思考与问题解决。那另外第五、第六名是与他人协同合作，就是所谓的专案管理能力。所以就呼应一下学长刚刚一开始跟各位分享的说 OK， 你除了自己本职学能之外，好像学长本职学能是软体工程，我这个基础有了之后，而且 有一定的一个程度之后，我就是去开始发展专案管理能力跟系统化思维的一些相关能力。好，另外一个重点在台湾来美国跟台湾来讲先很快分享一下大前研一他也特别在强调就是有关这个逻辑思考的部分再来讲系统思考最深的最久的就是第五项修炼，大家都听过这本书，但都不知道是哪五项其实第五项就是在讲系统思考。那我直接跳到这边，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十年国教已经启动了这个108学年度开始他已经正式把系统思考列在课纲里了，课纲里。所以你现在如果家里有弟弟妹妹现在是高医生或国医生的就是已经适用已经开始进入108课纲，他12年国教从 高中国中国小整个串接，所以他也是一个现在最主要的一个思维了。那这个的话在我的书本里有，或各位有兴趣可以再去买我们的书来看，就是我们会去定义了一些系统思考的一些工具，那会有助于你在做一些逻辑的判断等等一些。那它简单讲就是一个基模，系统化的一个基模，一个图像化的方式去做呈现。那重点就在于说我们要把问题的现况定义出来，目标定义出来，
因此现况跟目标才能做一个比较，比较之后就会有一个差异、或差距。那针对这个差距，我们可能要、这个提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action， 一个方法，一个措施，那进而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得到什么样的效果，而回来影响现况，让现况可能变得更好，或者也有可能、这个后遗症的关系，或者变得更差、那我就直接很快讲一个例子，这个大概大家先有一个感觉就可以，怎么样的推导，比如说我们在商业上，比如说无人便利商店，这比较容易理解，我无人便利商店现况的收益可能是一个月100万，但我希望目标收一个月希望增长到150万，类似这样，那我就会有一个差距，基本上现况跟目标都要同单位能够比较，所以会有一个50万的差距，因此我希望导入无人便利商店来加强我这50万，来能够让我能够达标，好，那因此我人事成本有可能降低，支出有可能减少，对不对？那另外可是还是事情没有那么完美，它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智慧化，因为我要导入人便利商店，所以会有一些智慧化，刚刚我们看到一些智能一些设备，那这个它的一些成本等等一些它的支出程度有可能增加，那这个增加的话也有可能影响我的收益，类似这样，那这是从这个成本结构来看。另外一个结构是已经是无人化商店，所以它会不会失去一个人味啊，就是没有那种人的那种感觉啊，对不对？好，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客户的回购率或会回头率？好，那是不是又会影响我现在的一个收入 ？OK， 那这里无人便利商店，我简单讲一个例子就好，就是说我们到底要用人来处理还是机器来处理？各位你试想一下，现在其实尤其台北市已经非常多一些智能化一些商店，当如果今天你进了无人商店，无人商店里面万一有一瓶可乐含糖的，对不对？倒在地上的时候洒了一地，各位你如果用智能化的方式，你要怎么处理？你要怎么处理？万一今天无人商店里对倒了一瓶可乐，就商店里倒了一瓶可乐，如果我们从工具上智慧化设备去处理的话，马上怎样？会有 sensor， 对不对？知道，然后扫地机器人、清理机器人就出动了，对不对？就过去把东西清理掉，然后把这个可乐把它吸掉。好，可是如果出动这个智慧化一些设备的话，其他成本很高，对不对？好，那另外一个面向我怎么处理？我就雇一个工读生，雇一个阿桑，对不对？有这样状况的时候，他就过去两三架就扫一扫就清掉了。这个一方面成本也比较低，二方面也有人性，对不对？比较不会说无人商店会失去人性的问题哦。当然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学长是很快用这个例子让各位去思维说，你今天在思考任何 brainstorming 任何破坏性创新的一些 idea 一些规划的时候，要同时去兼顾人性跟这个我们叫机器啊，就是机器跟人相关的一些平衡，所以不见得一定什么东西都要用，就像刚刚讲用很高端的技术，或者是用很这个，那很多事情它是需要去做一些整体性的融合。好，有人可以告诉我左下角写什么吗？可以大胆念出来吗？左下角呢？OK，对啊，因为你就算看到这一段你也不敢念嘛，对不对？ OK， 好，没有啊，这只是跟各位强调一下，系统思考，系统化思考它重点在图像化，有没有？刚刚我们画很多图，好，那因为图像化会比较容易理解，你纯文字的话比较不容易去理解它的一些方向。好，那这个只是，所以我们就说我们那个系统思考中心这边会针对这个终身学习和这个基础教育，我们以系统思考为核心有出了一些书，那这个只是给各位参考一下就好了。好，差不多了，还要留一点时间 QA 那最后我用这个来结论一下龟兔赛跑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个在我们的这个小时候的这个故事里龟兔赛跑谁赢？谁赢？乌龟赢吗？为什么？为什么乌龟赢？因为怎样？因为兔子很偷懒，对不对？好，那所以兔子就很不服输啦。所以他就一直来撸乌龟啊。乌龟喂，每次都赢啊，不公平哦。我们换个方式好不好？乌龟想一想说，好啊，好，那我们比谁先到家好不好？
哦，兔子说好，没问题，这一次我绝对不会睡着了哈、哦。OK， 那各位谁赢？为什么？因为怎样？因为他一秒钟就回到家了，为什么 ？OK， 好，那这边哦，学长只要给各位一个很重要，最后送各位一句话哈、哦，谁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谁就是赢家，同意吗 ？OK， 可以哈、哦。所以任何的一些破坏性创新的时代，你的一些 brainstorming 的，你的一些 idea、一些创意哦，你有办法制定市场规则，基本上你就是赢家。OK。好，所以很多事情就要靠这样的一个 brainstorming 出来哦。OK， 好，那刚好时间也差不多，哎，我现在控制了一下，那接下来就留给各位。好，各位有没有什么想要 QA 的，想要询问的？来，请说。嗨。就是那个阶段性的时候，对，讲到第四阶段有一个新的。好，四点零时代。嗯。然后下面不是有说有一个过程吗？我想问一下。对。我有看到一个，然后是伯克斯，是不是？哦、oh, ，对对对，哦、oh, ，好，哎，你不知道摩克斯吗？摩克斯是现在那个就是e-learning，这个可能也是王老师这边专长，就是说现在远距教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哎，那在台北市这边的话，是有一个叫库克云的一些平台，那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线上相关一些课程。好、哦、，OK， 那它是各种，因为我们很多知识的一些传递，好、哦、会靠透过这样的一些平台。那摩克斯是教育界我们比较早的一个e-learning的一些平台，对。那现在各大专院校其实已经非常多的发展了，对。那学长只是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对。那刚好同学有提到，我再多补充一个3D 列印相关哦。各位有看过一个电影名称应该叫《大英雄兵团》吧？有看过吗？记得吗？有个很可爱的胖胖的，有没有？我今天只跟关于我那一页没有秀出来，就是那个一个那个，它是本身是一个那个照护型机器人，有没有？对不对？是那个哥哥研发的，对不对？然后给弟弟用哈。那后来因为那个实验室大火嘛，对不对？所以哥哥那个离开了哈。那弟弟就心生仇恨哈，就把这个机器人变成是怎样？变成是那种战斗型机器人嘛，到处去那个，所以他就用 3D 列印的技术做出很多那个帮那个，那个机器人叫什么？杯面是不是 ？OK， 好，没错嘛，杯面对，做一个什么那种这个战斗手套啊等等一些哈、哦，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武器哈、哦，他就是用 3D 列印的哈、哦。好，那另外就是说在商场，在现在 consumer 零售业应用也很多那个机器人、哦、可以做那个炒饭啊、炒面啊，一些这个食物哈、哦、等等一些、哦、那这也是用 3D 列印机哈、哦、去做出来、哦、那 3D 列印它是一个概念，但是你看，我们除了传统的印这个纸张之外哈、哦，已经非常多相关的应用了。好，那还有吗？有没有其他？来，同学请说。新创公司，对。好，谢谢哈、哦。刚好你一个提问，让我可以回馈一些事情哦。没有错哈、哦，那个谢谢同学哈、哦。各位，这也跟各位你未来有关哈、哦。当你要进入职场的时候，如果从这个面向，你的确可以思维说，你要到现行的既有的大公司呢，还是要到现在已经非常多的新创公司去哈、哦？没有标准答案，都 OK， 是看你怎么选择。那刚好借这个机会哈、哦，我就跟各位很快分享一下学长的看法。你如果本身其实要看你的属性，好，如果你已经对自己很有自信，你对你的未来跟你想要做的事情很有想法，你也想要去踹哈，试试看你的验证一下你的想法对不对或适不适合哈，那学长你就有这样的一个积极性的话，那学长会比较建议你的确可以考虑好往一个新创公司先去走，好，因为在大部分的新创公司里哈，都会给你这样一个弹性，好跟一个发想哈，就是刚刚前面的一些这个用意哈。那如果说你还没思考清楚，或你希望能够被一个 SOP 一个简单的一个这个程序哈，程序化的一个训练的话哈，那建议你哈，还是可以先到像我们这样的哈，这个就是比较一个标准的大，我不要讲传统啦，应该说标准的大公司哈。好，那我就再回答你刚刚讲，对，我们也不是踹的蛋哦，在那边等哈，也不是就是在那边哦等着哈，所以为什么我这边有写吗？哦，对。我的部门叫做数位化转型规划服务处哈，你就知道我六年前被定义这个，我这部门六年前五年多前哈被老板要求哈，就是要做什么？做数位化转型哈。
来，各位，金城是电脑公司，对不对？资讯公司大家都知道哈、哦。你知道吗？你现在在 PCO、Momo、Yahoo 上面所买的法国巴黎莱雅的产品，法国巴黎莱雅稍微听过吧？女生大概一定知道。哦、世界高端的、哦、美容产品、哦、比如说理肤保水啦，比如说维姿啊，哈、哦，这个。那谁拉菲亚等很多知名品牌哈、哦，你在 PC 用 Yahoo、Momo 上面买的这些产品哦，其实是我们部门在销售的。哈，各位，那个你就说学长怎么搞的？你不是资讯公司，你怎么在做？你怎么在卖东西啦、哦？是没错，不要怀疑哦，因为我们也在这样，也在转型哈、哦。可是转型不是乱转哦，不是完全跟无关哦。各位，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做那件事？因为啊。我们本身在做有在做这个 CRM 系统，在做 POS 系统，在做 e-commerce 的平台系统。那我们为了要真正好、哦、去了解好、哦、了解它的痛，因为各位电商正流程都没什么，对不对？购物车下单、金流、物流，最麻烦的是什么？逆物流、逆流程。那这个你如果不真的下去经营，你根本没办法知道哦它里面的一些美嘎。OK， 所以我们也跳下去自己经营，但我们不是专门做这一块，所以我们稍微挑了美妆业相关，然后因为我们这一个团队哈，这一批人大部分都是这方面比较熟悉。好，那这是一个转型的面向。第二个，我再分享我们第二个转型面向。各位，因为星巴克是我们的很好的客户哈，我们帮星巴克已经卖了超过300,000杯的咖啡啊。学长，你们不是资讯公司吗？怎么在卖咖啡？不要怀疑，是我也要转型。可是我不是纯粹跳痛哦，纯卖咖啡哦，我卖的是什么？咖啡券。好，因为很多，因为像中国信托、中华电信的，反正这些台湾大概30,000个以上的这种知名的大型、中大型的上市会公司哈、哦，都是我们的客户。所以我们进一步，当他们比如中国信托有一档活动要送10,000杯咖啡的时候，对不对？那传统他跟星巴克谈哦，10,000杯多少钱哦，可能打个多少折哦，而且就一定要付这笔钱哦。那现在透过我们来销售的话，我帮星巴克卖给中国信托这个活动的话，他就是先预购一个，比如说10,000张，刚刚讲10,000张的这个咖啡兑换券。那实际一个月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依照实际的金额跟他收，好、哦，比如说实际花了9,867杯，好、哦，类似这样。对，那因为我中间用这那个咖啡券的方式、哦、去做销售，所以我其实还是在经营我的核心资讯化能力，对不对？只是我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业化的一些结合，我也做到一些相关的转型。好、哦，那还有很多啦，那我先举这两个例子比较生活化，比较容易理解。OK， 好，还有吗？可能再2分钟，因为还有10分钟要留给老师。哎，好，不好意思，那两位没关系，那就这两位来，你先说。哦，非常有帮助。第一就是我刚刚讲的，它就是这个西方的《孙子兵法》哈、哦。那当然你要从《孙子兵》，如果你对《孙子兵法》有兴趣，你也可以从《孙子兵法》的角度去看。那系统思考它主要是去就是去整理你的相关一些思维。所以，如同我刚刚讲的那些推导等等一些，就是有助于你去，比如说你在理工学院，你在像我也是常常在用这个去推导我一些方法论。哦，一些这种演算法一些方法论去激荡出来。那商学院的话，你就可以针对一些这个商务模型啊等等一些去推导。所以它最重要是去就是让你去理清你的一些程序的。好、哦，但是一样哦，刚刚我们讲工具很重要，但是没有工具是万能的。好、哦，所以系统思考这工具比较着重在动态且复杂的问题。好，那你如果静态而且是条理化的问题，那建议你就用你比较常用听过的鱼骨图、心智图一些去做操作，大概是这样。OK， 好，对不起，刚刚还有一位同学。学长，如果你要进进系统思考的话，你会觉得比较需要去学习还是培养什么？因为就学习就是比较像是你去学一个知识，这样就算是比较像是你生活中才会把学习的去用到它。好，所以你的定义是学习跟培养，对不对？好，那你的问题是哪个重要嘛，对不对？好，那你认为哪个重要？你啊，没有关系，然后等一下我再回答。嘿，你觉得呢？是。好 ，OK， 谢谢这位同学，刚好也是我今天想要再跟各位 ending 的一个地方哦。各位，学习跟培养同等重要。
我就拿我自己的例子就好，刚好最后再借我一分钟。我当初毕业的时候，也跟各位分享这个真的是实际学长实际的例子，因为我老婆是我学姐，淡江财经，我们同学校嘛，对，大我一届哦，对不对？所以当她毕业的时候，进入职场的时候，我才大四，然后我还要当兵两年哦，所以当我进入职场的时候，她已经进入职场三年，你看我压力很大，对不对？所以当初我毅然决然决定，因为我们很多同学都是继续念研究所，然后到知识会做这个国防役等等一些哦，就毅然决然决定哦，我大学毕业我就先去当兵。好，那当兵期间当然我运气还不错啊，有第二年有一些机会可以念一些书，对，所以稍微储备一下。所以一退伍之后哈，第一年工作的第一年我就先到元大证券大公司去的咨询部先工作的时候，我也同时在储备啊。那时候因为我知道我对教职很有兴趣，我对这个知识的学习继续要往下走很有兴趣，所以我也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在职专班，我们有一次回来我们所上念，我们叫一般在职生，我也就是跟老婆当初的女朋友讲好，我就是我们先结婚，但是先不要有小孩，控制一下，对对，好，那这个我一定是回来这边念完之后再我们再来培育下一代 ，OK。所以理论跟我要表达的是，理论跟实务同样重要。我们在学校这个学的一些理论的时候，尤其在我印象很深刻，我在大二大三的时候，我必须老实跟各位讲，反正过去哦，当时我不是很认同我们系上或我们学校说那个理论没什么用啊，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帮一些这个别系的一些同学，我们那时候组装电脑很好赚，组一个 PC 大概就可以大概三五万块左右，我每组一台 PC 大概赚5000块到10000块哦，好，因为那都是用我们的知识嘛，因为我们资工系我们自己就会组装到光华商场那边去，因为那时候的板子什么像不像现在都一体机你要去配置音效卡啊显示卡等等一些所以我就觉得实务比较重要啊，对不对？你看那时候我就赚钱啦，大二的时候我就在组装电脑赚钱，大三大四的时候我们就几个学长姐学弟妹，我们就写那时候会写那个 BBS， 会写一些那种网络化程式不多真的不多，真的能写。我们靠那个我们就已经在接案了在赚钱了，那个软体开发。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理论实务比较重要啊，干嘛学习，对不对？培养比较重要啊，培养这些能力啊。可是其实经过社会历练之后，我发觉原来这些都是背后是有理论基础的。所以为什么学长那时候赶快再回来学校学界把这个硕士把它读完。那也跟各位很快分享，就是说理论跟实务其实是真的是同等重要同等重要。趁你们现在还在学校的时候把理论的基础扎根好，那也同时去思考像刚刚学长给各位一些方向思考说你希望往哪个方向去培养。好，那我想我今天的演讲就先到这边还有7分钟要留给老师。谢谢各位。